采访纽约。走访康州，定能丰收，春暖花渐开。正是从纽约出发，北上新英格兰地区参访校园时，由美国大学校级运动总会 The 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主办的顶级大学男子篮球和女子篮球年度总冠军争夺赛，俗称三月风，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已经走过121个球季的康州大学男子篮球队，曾经于1999年、2004年、2011年、2014年和2023年荣获全国年度总冠军。今年度的康大男篮校队阵容虽然有所调整，然而奥巴马 Barack Hussein Obama 前总统和现任总统拜登 Joseph Robinette Biden 日前都不约而同看好这支球队夺冠。至于康大女篮校队，则是努力晋级四强。康州大学本科颁授7种学士学位，包括艺术、美术、通识、音乐、科学、工程科学、社会工作，还有应用科学副学士学位。康州大学硕士和博士课程多样，2023年间共有来自全球83个国家的11441名学生申请，最终学校秋季班录取3953人。根据统计，校本部设在康乃狄克州史托斯 Stoss 的康州大学，自从2010年秋季以来，由于进阶研究环境优良，理工专业课程扎实，逐渐成为区域内年轻学子优先选择对象。除此之外，前往康州大学校园参访也有美食可寻。以正宗川味菜肴为号召的张家园 Chen's Garden， 自从1998年圣诞节开业以来，早已成为康州大学教职员、学生和访客。欢迎收看，请订阅、点赞及转传。